大家好，我是奈里。但你今天要讲什么呢？讲那个仓库呢，在缝缝旁边多车加强线。为什么要多车加强线呢？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衣服买回来，然后发现说它的那个缝缝旁边为什么车子并不牢固？所谓的不牢固，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我手上这一件裤子，然后呢，我只要拉开。拉开看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在我的手还没有，应该说什么？裤管平板的时候，它平放的时候它是这样。可是当我的手把它拉开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它的那个车线啊，就是跑出很清楚，可以看到它的车线。那代表说，它在车缝的时候，这个车线它并没有把它调得很紧，所以我这样子手才还没有很用力一拨，这个车线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。诶，我找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给大家看，因为刚刚那个地方有一点比较深，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，然后车线它的车线是黑色的，就代表说它，诶，这里比较明显一点。这里超明显的，有没有看到？黑色的线都跑出来了，对，这代表它的那个车线太过于松了，然后没有把它调紧。那这样子再穿的，尤其是裤子啊，你在穿的时候，你的车线如果没有很牢固的话，那你蹲着站起来的，就是蹲着站着蹲着站着，在这个反复的动作间，可能你的车线我是说可能啊。很有可能会断掉这样子，或者是你清洗 N 次之后，那个车线会断掉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常帮人家那个改的地方，就是他的车线断掉，然后叫我帮他铺一下这样子。对，好，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说如何车加强线。那我现在把我的这一件松那个紧身裤翻到背面了，那。我现在准备来车缝，那我把镜头调近一点。好，我现在把镜头调近一点。那我现在要讲解仓库该如何车缝，从哪里开始车缝。现在先画一下仓库。假设这是我们的仓库，那一般我仓库车缝那个加强线，我通常会先从那个。斜边开始，从这里最外面开始，从裤头这里开始车往下车，然后车到底部的时候呢，再从另外一边这一边的底部往上车，然后车，然后就是沿着这个三角形，然后车下来，车到底部的时候，再从另外一边的底部往上车。回到我的裤头这里，好，回到裤头这里之后，再车我们的中间前后打，对，再车中间这一段前后打地方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车缝会比较顺一点，然后就是你不会翻来翻去，然后忘记说你忘记车到，有没有车到哪一边这样子，或者是就是。翻来翻去，你会翻到后来会自己混乱了，然后也忘记了，所以我大概都是从最外边最外面的斜边开始车，然后再从底部的另外一边开始车起来。对，就是你如果照我这个步骤这样车的话，那你应该就是不会错乱。那我现在先车给大家看。然后我这一件紧身裤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没有它的那个斜边是才折双的这样子，所以它这一件裤子还蛮简单。我只要车缝里面这个三角形的地方，然后跟裤底它是故意做一个立体的造型，对，所以这件紧身裤还蛮好车的。那我现在先从。底部开始测。
我已经把镜头移靠近了，那我现在准备来车缝。然后像我刚刚讲的，我们现在就是从这里面的底部这边开始车缝。好，那它的缝份怎么车，我们就跟着它哈车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就是要在它的缝份的0.1或是0.2地方开始车缝。那一样起针的地方倒针。好，那你可以放导缝器，这个好像是叫导缝器还是导边器，我也忘了。对，就固定好。好，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，因为我就是把我要的那个要的缝缝位置放好，然后我的布就靠着它这样车。那这样子我车的话，它一定是会很直的，不会说是会歪掉或是怎样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好像多扯一些，所以我会把布再移一下。对，因为它这一件刚好里面是都黑色的，所以在看的时候会有点不太好看清楚。那我现在要看一下，因为它这件裤子的裤体它是做一个立体的形状，不是像我们一般长裤这样子。对。所以我看一下，我车到这里应该从这边接过来。等一下，我还要再车完之后，还要另外一边也要再车。那你车的时候就注意看下面的布有没有平整，这样。不一定要拨开布啊，还是怎样，你用手摸就可以感觉到底下面的布的状况。好，那我里面的这一圈快要折好了。那这件裤子比较简单一点，所谓的简单一点，就是它的裤管啊，只有一个那个接合处而已。它的另外一边，这边外面，就是这里，外面的这一边呢，它是用折霜下去踩的，所以我只要车里面的这一个三角框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三角框车好之后，我刚刚另外的这一裤底这另外一边也还没有车，所以我现在换成这一边。那这边有一点不太，在它这个角度有点不太好车，所以你车的时候车慢一点，不要车太快，因为它这里刚好是稍有弧度的地方，会有点不太好车。不好车你就车慢一点，然后注意一下下面的布的状况。记得头尾都要倒针，对，不然就辛苦你撑那么久，结果蹲下去那个线又断掉或裂开了。好，那车好之后呢？噔噔噔噔，翻回去正面看看，噔，好，你车好之后就是像我这样子把它拨开看一下。黑色的那个车线有没有跑出来？没有跑出来就代表你有车牢固了。好，这样看起来是没有跑出来。那线头的地方就把它剪掉。好，那这件紧身裤的那个车那个加强线比较简单，因为它就只有里面的这个框要车，外面这两个斜边它是给你。才折霜了，所以就不用车了。好，那长裤的车加强线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就记得照我的步骤这样子车的话，你就不会乱掉。就是先从外面开始车，然后外面车完之后再换车里面的三角形，就是里面的内斜，然后内斜车完之后再换转到换最外面的
另外一边的外斜就是这边斜边。如果你照我这样的步骤这样测的话，你就不会乱掉了。这样，看一下，那这件裤子的裤档也不用测，因为它也是折双哦。如果遇到这种裤子车加强线的话，我一定会很开心，因为钱实在，因为我不用车太多，然后钱又很好赚这样子。好，那长裤车加强线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。